切什么葱花啊？当妈多久了？你的葱花也切不好。你说的对，笨一点比较好。你最近很想吵架是不是啊？所以我卖了一些股份，我想听听看你的意见。我说的话又不好听。你真的不是一个好情妇。我为了基本色。啊，那我陪你去。啊，没关系，我陪妈去。妈还好吗？谁啊？哎，你好。 刘文章一定都在。每周六晚间10点，还是不够善良的我们。欧巴。